在客厅说。好，是我，这是我第一次挑战拿着钩子滑雪，而且是滑栏道，这已经水上来跟，还不是说到很好，我就看看我会摔几次。Let's go, let's go.很小山丘，小山丘一样。所以再把这边的速度稍微再拉慢一点。然后现在要把这个速度嘛，然后加大一点引擎的。OK。非常慢，但是这边看到雪很不，我就会尽量小心点。对，很有意思，疯狂的旋转。我休息一下。你看那个哇，厉害，很快很快，但是我发现能力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可以看场面，我再来两下，这个确实不错，好，来了，继续，从一个离式转弯开始下来，然后这个。在下三角，不弯头，下弯的时候把力压下去。对，啊，这是要维持住。勇气。